李同光和李秀儿的区别，专心搞事业的李同光。安国长庆侯李同光，参见武帝陛下。那你想我吗？一人夺我天下皆难，我并不贪权，唯愿海晏和亲。属下不必留情。这位圣上总喜欢不义之战，卑职细思再三，觉得事中必有什么蹊跷，谨候县主奉落阙朝。那你为什么不去死？怎么你怕了？若我能掌权，必将还安国和平，小婿就会向您证明自己的实力。你在危言耸听，你是在故意为难我。出发去归德园。撤撤。绍兴三天来一次是什么意思？贵国国主难道不该马上召见姑吗？殿下原来也知道，圣上见你是召见，要见自然会召，不召自然是不见。告辞。注意为很多人认识我师父，不加小心。已经提前完成了承诺，以后别再做任何让我不高兴的事情，否则别怪我不念旧情。我现在已经是大安摄政官，只流血不流泪。李同光见师父后秒变旧儿。师父，是我呀，是旧儿。师父，我赢了。师父，我只要跟着师父您，我才不要为官作宰，我才不要皇后给我的什么位置。我只要你。不过他一定会认我的，我可是他的舅儿。师父为什么没来找我？坏了，师父又要生气了，他又要骂我了。师父，我终于找到你。什么？什么？师父，天牢的火那么大，您疼吗？舅儿真的好想你，想得心都要碎了。你猜，谢谢您替我报仇，我就知道在您心我一直都是最重要的那个。本侯遇到了一些事情，心情不好。侯爷，他有什么资格做师父的徒弟？把他给我，我就让你们心想事成。我懂我师父有见不得人的心思，他只能是我一个人的，是夜抢不走。不，我要他，哪怕他伤心也好，生气也好，甚至杀了我都好。我只求他别不理我，我只求他别这样零零碎碎地折磨我。我只要我师父，我只要我师父。我没有发疯，我只是不服师父为什么这样对我。抖音。